嘎达，啊，举宝，来蓝宝，蓝宝来，就近喝点奶，喝点羊奶。蓝宝，你羊奶过敏呐？你瞅你，跑起来，哎呀，像一阵风似我的，要飞得微更风。高。还是这小哥俩识货哈。不错，味道好极喝了。吧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你们三只小猫，你说肯定是口味不同。那小蓝宝，你说这个不爱喝，那个不爱吃的，很奇葩。你呢？你要走啊？抿一两口就不喝啦？嗯？塞牙呀？你咦！看菊宝就那么塞牙，他还在滋滋的喝呢。菊宝也喝不了多少，肯定的。给你们开点东西吃吧。来来，疙瘩，金疙瘩，菊宝，菊宝来，对，冻干小鸡脖，这是鸡的脖子部分，这可就是给猫狗磨牙的吧？哎呦我去，这家伙你还挺感兴趣呢。这玩意儿，哎呀，我如果要啃我。我牙口也够呛，就当打狗棒玩吧。蓝宝的牙口就更够呛了。你看，又嫌弃了，又走了，真是的。菊宝，你咋还上炕了呢？能吃不？不行吧，咬不动吧，还得找那个牙口比较好的大猫。我都怀疑这玩意能砸核桃。哇塞！来当玩具玩，真是还不如鸡肋呢。当玩具玩吧，啊，想一想这玩意能怎么玩？哎呀，终于动手了。这鸡玩也是，可能是无能为力。我看你究竟能是拿它当食物还是当玩具？那俩去干啥去了？拿花盆当香炉祈祷呢。我家菊宝在这三只小猫里，它是最大的嘛。然后它吃东西吧，它基本大部分时候它就特别欠样。如果盘子很小，或者食物很少，它就先样的金疙瘩它们吃，最后才自己过来。太棒了，给你一个小心心。我去，这真是当玩具了，这个冻干儿。这扔沙漠上，这能1000年都不坏呀、啊？完了吧，无能为力了吧？嗯、啊，咂吧咂吧嘴儿，也没有解馋呢，还不如一个小毛绒球呢，还没有玩那玩意儿玩的开心呢。对，来，蓝宝，哎呀，蓝宝玩上了。这个球，你说算灰球还是蓝球？你自己品，反正你喜欢玩就行。哎呀呀呀，你瞅，哎，别和姐姐抢嘛，让姐姐先玩嘛。姐姐跑起来还是没你那么迅速嘛。你瞅，着急的，快点，小直升飞机起飞，加汽油没？你要叼着球去哪啊？啊？蓝宝来接应你来的。他说：“弟弟把球给我传过来。”你看，小爪子去抢去了。哎呦，完了。还行，还叼走了。蓝宝磨磨爪子，继续跟他抢。菊宝就是一个大哥哥样哈，不跟他们抢哈。这每次小球玩的都很开心，但是玩不了多长时间就给踢打床底下了，走柜子底下了。你瞅，哎呀，这小手，哎呀，像农村老头老太太搁那搓排酒似的。完了，估计球怼沙发底下去了，哎。
好了，我去看大妈去，上楼了。